不会有消息。我会，我一定会忍下去的。你好，孩子，这才是我当初娶你当儿子。爹，好吧。你来啲啦，你眼睛翻上角就歪，咁你有事多几少？他开始就开始来看，我别开就会带，就算你去空看，我也会出带。他都不想这么说，我要我们两个他活着。行，这对他好，我全在买。可是这一次，如果东斗熊能活着出来，我希望呢，我希望能回到他身边，永远陪着他。这不都改天了？我不行的，我不能对不起东斗熊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接受他对你的感情。就叫他说这样的话，如果难道是大哥跟你说了什么？他究竟对你说了什么呀？这不好看呀！他跟我说出了他对你的爱，还有你们多年的感情。喜儿，你们相处那么多年，他对你的心意。你比我更明白，现在所以你就要放弃我，找一个人悄悄的离开，让我让给大哥。星星，这可以让你怎么样？家家，我们感情是儿戏，怎么可以让人去的呢？我婆婆就因为不是儿戏，所以我不能夺人所爱。他们不能够对不起东方兄，你爸对不起大哥。刘凯，我呢？如果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你算什么？难道叫你我所有的好？他们所有的承诺都是在骗我的。他们的老招骗你。你既然是这样，就不要把我让给别人。我还没有让他，我傻瓜抓住我。大哥没有儿子，跟眼哥们一样，我们之间只是兄妹之情。小天，就请你离开了，就只爱你一个人，让就请你离开人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就种花我们之后。我会马上离开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会伤你的心。我只有请你原谅我。上次来宾饮酒作乐，几个士兵聚在一起赌牌，是我们逃亡的最好时机。你别费时间，可没掰了，没掰，不走来了。为什么？难道你真要为了东方韵的小子困在这里一辈子？可把心一定，就别再说了。哎呀，丹丹，丹丹，你一定要听我说，你要想清楚。如果你现在跑了，东方韵不过是挨一刀一个开了。如果你现在留下来，你们两个都要被困在这里，不值得呀。谁说我是为了东方公子才留下来的？这么的谈判怎么？你不是为了东方公子，谈判是为了谁？为了公公。没错，我已经想通了。我为东方公子付出那么多，可在心里面，
却只有他那个小师妹。上公公说的对，全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我再为他迷恋，也就是一张梦。你既然对东方公司死心，留在这儿没有道理啊。他怎么会没道理？你想想看，从你认识我到现在，还有哪一个男人像公公这样对我那么照顾？你这不跟你说呢？倒也是啊，还真没有一个男人像公公那样疼爱你。不过，公公呢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公公他不是个男人啊。对我来说，上公公的照顾和体贴，比任何男人都像男人。他我单单漂泊天涯，他们在红尘打混了多年，能够得到公公的厚爱，如果我不图报答的话，就真是没心没肺了。于是我想通了，也许这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归宿。说得好，公公，公公，公公总算没白疼你。公公，你要是白赖他，你想通了最好。只要你真心实意的，愿意一辈子留下来陪我，我就会一辈子好好的照顾你，绝不辜负你。谢谢公公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谢谢公公，别再流泪了，公公会心疼的。阿飞，师公公，今天我先饶了你。以后要是敢在丹丹的面前胡说八道，小心你的脑袋！不，小飞再不敢了。哼，还放纵！我在前面备了酒宴，过来陪陪。我打扮一下，马上就过去。你早知道上公在外面了是不是？干嘛不早点告诉我？差点害死我！我不知道上公在外面，可是我知道，就算上公不在，也有很多很多耳目，所以以后想话小心点，更别想逃走。是，我知道了。你将晴天剑派发扬光大，还做了武林盟主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哎，我见你妈，看到我他，哎，以后遇到没人来个三个带来的太，好。离了，承蒙各位前辈看齐，以后只要在武林中发生任何事，尽管来找我，相信以我的能力和声誉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。马儿对，是是是，还望王主多多提拔。只要你们都听我的话，我保你们大家都有好处。来，各位，干杯！干杯！嗯嗯。那义无银夫人，你和盟主英雄美人真是绝配呀！没错没错，那么大家都敬盟主和夫人呐。我当上了武林盟主，难道你不高兴吗？我是你的丈夫，你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给我摆脸色，你什么意思？门前我们下不来台是不是？这才叫欺骗！你这个做武林盟主夫人的人，就该好好做好你的角色，陪大家多喝几杯。你说，你打算为什么掉头就走？这鬼子我看得差不多，林百昌，我喜欢。俺那个老太太可当着叫看的，没把你捧出来，有什么不好？叫婆子，婆子，你说，雪寒，以前的。